预定会玩1小时。好、哦，我游戏画面打开了，好，我们等个 BB 吧。因为这，这游戏十五等可以去那个啦，十五等可以一起去打那个类似打架的东西。我看一下，我加你，你有我好友了吧？你在第几服啊？我在一服啊，我们都是一服，我们都是一，我们两个都是一服。对啊。好，我现在玩的角色，我玩的职业是这个啊，这个拿镰刀的，他攻击模式还蛮帅的，真的可以。职业叫夺魂。我觉得我会失败。好，我们先去。欸，所以你在那里？好，那我先，那我先去打冒险，我先去打个副本，你就先玩吧。等等，我再邀你来破光，我们再去战斗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玩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打这个是，我们先玩个副本啊，我们去打个是叫南部风云。南部，南部风云靠北啊，不要站南北。欸，不是南部啊，是南郡哦，这怎么念啊？我忘记了，抱歉，国文不好。网络快快快！对，南郡风云啊，刚刚远看我以为是南部风云，拜托别站南北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好，这游戏现在有三个职业，一个妹子，跟一个帅哥，跟一个肥仔。然后我是玩帅哥，因为我就是帅哥。好，还好。其实这游戏就是像很典型的 N， 就是跟那个什么白猫玩起来差不多啊，就是可以打来打去，然后靠技能各种靠，然后可以反御之类的。然后技能我觉得还蛮帅气的，而且玩起来蛮有打击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虐怪。我们现在出怪子，好，我们来虐怪。啊哒！我们来靠，这群怪完全被我吊打了。你已经进来了就对了。啊哒哒哒哒！哦，干这个回旋乱舞，这招帅。我们再试一下这招，这招是我大招啊。嗯，知道。看不出来的大招，但其实它很厉害。哎，这游戏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《三国无双》啊？就《三国无双》系列，不是比如说你按三次正方形，再按一次三角形，跟你按两次正方形，按一次三角形，那个接法打起来的 combo 会不一样。这游戏也有内建，好，我来示范一次。比如说我点两下，等一下这有点难了，然后再打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好，哎，会不一样。你们看到感觉我第三下攻击不一样，因为我有中间有停过，而如果不停就会变这样。就跟那个三国无双玩起来的感觉一样啊！就三国无双不是，比如说你今天玩个吕布之类，你那个你正方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，它是这样啊哒哒啊哒，这是正方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。但如果你是按三次正方形、三角形，这样哒哒哒呜噜，这种感觉啊，这游戏也有内建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照自己的节奏，然后打出一些不同的伤害，还有不同的 AOE 的叭叭叭。对的吗？哎，虽然我玩起来很废。一开始要按什么冒险吗？哎、欸，你先去玩冒险，你先破个关，你先练到15等，我们再去打那个有个3v3的副本。我、哦、靠，我刚那招好，我刚怎么那个怎么按的？我刚那个 AOE 好强哦。我今天那个好像是 A 四下。挑战了。哎、欸，不是 A 四下。撸来撸去，各种撸啊。手机是跑不太动啊。我直接撸爆对面的怪物了。轻松屌虐！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现在 iOS 还不能下载，就 Android 的手机可以下载。然后我在衣服啊，然后晚点我跟 BB 应该会邀请一位观众来跟我们一起。这游戏系统好像有的东西是3v3，然后等等我跟 BB 会邀我们两个组一队嘛，然后找一个人打 3v3， 看谁要玩。冒险的时候可以自动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自动啊，就如果你不想这么累，你就用自动啊。肯定是不要这么累啊！你真的很废，你就是要享受那种三国无双的感觉哦。打架的时候就让他自己跑就好了。哎呦，你还记得我在你家打三国无双吗？还记得、啊。我们是我该你全破了，后来你有全破吗？没有，没有全破，真的我。你怎么那么废啊？连三国无双都没有全破。怎么了？不要用了。其实我觉得电脑自动战斗是比我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电脑操作好了，玩一下自动战斗吧，看一下电脑操作厉不厉害啊？我们看电脑操作，我感觉电脑操作看起来还好哎、欸，感觉电脑操作没我溜哎、欸，还是我自己操作好，自己动好了。我想要干嘛？我操！哦，会飞起来，好帅哦！
我真的觉得电脑操作没有我美，看我这个伤害。董察那，这是三国的东西。对啊，这是三国，它主要是三国的故事啊。董察那，就是、还有什么长坂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华容道之类的。你可以，就是、你可以不要那么认真的讲那么奇怪的字吗？长坂，白痴，有在玩三国游戏都知道华容道是什么东西哦。说长坂坡，长坂坡之战啊。你别念出来的，你没有念成功过。还有官渡啦，什么赤壁之战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我最近重看《火凤燎原》欸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哦，你还有在看吗？我看到最新的啊。最新哪里啊？啊，感觉是我的手机问题啊。哦呦，我看到赤壁结束，看到赤壁结束，曹操爆裂而已，然后我就没看了。哎、欸，感觉我可以调个设定哦。这个董察那直接被我们屌虐了。这个 ID 董察那，我记得他是个废物啊。为什么我才两星呢、啊？不对、啊，四房，怎么可能我两星？玩家开啊，没错，我就是需要这种设定。我如何啊？等一下我再重破一次啊。我手机一直要废。啊，是图啊，抱歉。哎呦，不错。我剁剁剁剁，哎呦，这个。打击感真是很美。自动游戏不对啊，我怎么被哇？那个看起来很像茶嘛，董图纳这个名字、哦，他是董图纳，他不是董茶纳，对吧、啊？上中文课，没有远看看起来像董茶纳，但其实近看是董图纳、啊。我觉得叫董茶纳这 ID 假有点假祥跟费翔差不多，没有那假许哦，我知道。一开始是念假祥哦，我说公子线头、哦、黑暗兵法、啊。哎呦，其实我觉得黄安也是公子线头黑暗兵法，也是够低的。我觉得我打得好痛啊！哎、欸，你是说你是玩哪个职业？你是玩妹子吗？我是帅哥啊！你是帅哥，我学屁哦！你去换职业哦！不要，我觉得长得比较帅。你去换哦、啊！是拿长鞭吗？对啊，你去换肥仔哦！不要、啊，你比较像那个，因为这个。先跟各位说一下，这游戏一开始有三个职业啊，然后你在二十等以前，你可以，你如果觉得职业不爽，你可以自己换，就他可以自己让你换职业，这是他不错的设定。玩自己想玩的，对，玩自己想玩的，这设定还不错。不要让你玩到熟的嘛，比如说玩到熟的发现，干这只角色我不喜欢玩，然后重练，你是可以随时换职业的。阿慧男，请叫我金小，花第几关啊？我现在十四等，我们现在要十五等，我们两个再去打个那个副本吧。我们两个再去玩那个魔宫区，这是叫九龙蛋。然后就是，等一下我调个东西。我在一区。动。等一下、哦。为什么感觉是你那边的声音啊？不，你切到我这边的声音。是我声音吗？你好吗？我失误了。等我，你练那么快哦。等一下哦，有人应该会想要下载的丸子啊，我po给你们，等我一下。我没有音乐啊，我是音效坏吗？就有音乐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哦，是快啊！啊，有音乐啦！他是跑，已经跑出去了。我们只有两颗星啊！这反正很大，把 Win 声音调掉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把我声音调掉？你这样对吗？你声音盖过游戏的，抱歉，这样太过分了。我不需要那种事情发生。王八蛋！我一直讲话。喂喂喂，这样来听得到吗？垃圾！不要无视听的声音。哎，我给你们下载网址、啊。好大声！好，哎、欸，你十五等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先练到十五等。没有，还没十五啦。哦，我问你十五等。我们主要是我们一起玩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冒险。对，我们现在只是先单机刷个等级，等我们刷到十五等后，我们两个就要一起战斗了。
我要享受那个对一起的感觉。对，一起，因为这游戏有那种3 v 3组三 v 三的对战，就玩起来就还不错。我们等等马上体验15等，可是现在我们练到15等了，我们现在是废物。阿快男，他们名字也太难念了，董图呢？阿快男。可这不是本来玩三国志都会看到的东西吗？对啊，可是他三国志就会看他们取这些低能 ID 了。没呀、啊，那是真的人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抱歉，他们是真的人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误会他们。不然这个我一定会念。祝龙，你遇到祝龙了？你现在打到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还没打到祝龙哎，因为我刚才调个设定。你好废啊！感觉会先15等。没有，我很快就追上你了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其实电脑自动战斗没有我强，我觉得自己来。只是它比较方便啊。对，它只是方便而已，但是手动的通常都比自动的好、啊。就像有些人，为什么是两颗星啊？阿慧男就对了，你就是你操作不好。坏、啊、男，你看你这游戏还要隔挡，你看我、哦、看我这个反击，哦呦！哎、欸，你们看我这个反击吗？再一次。好没啊！我们快一点，怎么等了？这游戏可以格挡，我刚才用反击，格挡。哦，我解锁黄龙道，屌杀！哎、欸，你黄，哎呦靠杯，你给我的什么储存已满了？我的空间爆哎、欸！你15等了吗？15了，15了。为什么手机苹果没有？因为通常 iOS 的一些游戏都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它认证程序好像比较麻烦，所以现在只有 Android 有出。iOS 的话可能要再等各位再等一下下。哎、欸，我还没15等呢、欸，再打一场。不对啊，我手机不会塞 A 片哦，我 A 片当然都塞电。没事。哦，被打太多下哦，难怪。你要拉打哦，你这职业不可以拉打吗？哦、这不然我要自己去滑了。你这个职业，哎、欸、不，你等我，你再打一场副本。我还是竞技了。你等我。他说你一针不夺半子哦。没有，我们两个一起玩，你就是要等我一起享受、哦。啊，有三 v 三，然后等你先。没有人在偷跑的、哦。哎，我现在刚好可以哦，12点到2点。你要等我，很快。你在打祝龙夫人了吗？哎、欸，我这场应该打祝龙。我哎、欸，我要按啊，我先按一下。等我，我马上就把祝龙干掉。你可以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你可以先去抽十连抽啊。我先退出。好，成功。他刚刚一个倒影啊，他有啊。可是我们少一个哎、欸。没有，要观众啊，你问一下你观众有没有要玩好不好？你先问一下。有人在吗？哎、欸，然后叫他给你 ID， 加好友。叫他不要太废，不要太强，最好跟我们一样，差不多垃圾15等左右就好。哦，我在打祝龙夫人，区一个祝龙夫人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格挡好强哦，格挡还可以反击，你看我这格挡。好，格挡。看我这格挡，有没有看我这格挡？完全屌你！好，进入狂暴状态了。好，我们再一个。啊哒哒哒哒。格挡。我有干，我这格挡的伤害好强哦、喔！屌虐，这游戏感觉就要利用格挡去反击。进攻能力，我觉得我要先点个输出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15等啊？你是打完祝龙忽冷就15等了吗？对啊。你是不是偷练啊？不行。但我还在打一场。没关系，我先那个，我要打一场祝龙湖人哎、欸，拿去买 SP 啊！不错，我干，我这脚真完全很爽，能买啊！他有这游戏，我觉得打击感就很好玩，而且你看我这，你们看我刚那个 Juke， 因为这游戏你看我这边有一，这是普攻。第一个这个普攻，然后这有三个技能，然后这个右下角这个格挡，它可以格挡，又可以闪招，又可以反击，就是很多元化。前往收集。我看我这个伤害，所以你打完祝龙夫人了。我打死他，可是我还没升等。再打一场应该就升了，我要升了。我还点技能，没关系，先点技能。我觉得我真的是我在凯瑞。不会不会。
会不会？你现在还没抓到格挡的精髓，你真的 PK 应该会被干爆。而且我记得他 PK 不能用自动战斗，好像自动战斗很烂。不可能，我不知道是不可以用还是很烂啊。我之前看人家玩过。我等一下一定凯瑞你。没有，你等等解决，等等打完看输出啊。啊，按错了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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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干这个撸好爽，这撸哦来了，好格挡，这是反御，屌挡，他动作太大了，太好闪。来点击，这游戏不是无脑打，你要看怪的模式。你们看到这个格挡反击，我还进入狂暴状态。哎呦，还没点那个，好再格，硬哦。没有没有，好，我要干掉他了，去死吧，祝融。感觉我被 carry 你，战斗胜利。你如果想转职也可以转。对，你去转那个肥仔哦、喔。不要，我大家哦，这两个还不能。哎、欸，靠背，我差一滴经验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进去刷一下，我生人就跳出来。等我一下。就这样、啊。对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因为他经验值不是打完才拿到，他打怪的时候就有了。哦，我15等了，好拉掉。好，我来了。肥仔是那个长风吗？对，你那个了吗？你已经找到人了吗？还没啊。好，那我们两个先组队吧。我等一下我先要怎么组队啊？我们先研究一下吧。我先直接竞技了。没有，你要等我，我们要两个一起去。我先去里面找，因为他我大概懂他这个是干嘛的。我可以组队，可以组队，可以组队哦。好，那你组我，我先点个技能。你组我？那你没好友啊？我有你好友吧？没呀、啊。你 ID 叫啥、啊、？BB 啊。那现在妖哦。你好友叫什么？我叫 Wins 啊。我先搜你一下。你先搜我来，先把我加入你的好友名单之中。哎、欸，我还是14等呢、欸，我靠背。战力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是14等？我刚刚你打到15等出来、欸？嗯、欸、哦，打我要你的有吗？没有，我要进游戏，我要练到15等了。哎、欸，你先打一场竞技好了，你先去那种有可以单人玩的，你先玩单人的。你打一场等我，就直接等你好了，没问题。感觉我找到人哦。好，你先找哦，你找到人了吗？感觉我找到人。哎呦哎呦，陷阱！来人啊，有埋伏啊！干怎么这跟分根一样也有陷阱啊？然后返回了。哦，大招哦！我操！哎呦，但感觉不拿刀要打小怪。华龙道。3v3对不对？他是给我三个组队进对不对？对，很好，漂亮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等等，你是我在凯瑞，我去看一下秘境，秘境关卡。大哥，大小姐有差吗？这直接是三个职业里面攻击范围最广。完，嘿，你好，赶快加好友。你看，我现在有很多好友可以加。没问题，我在打猪龙。你是全大写吗？没有 ，Win 是哎，对，全大写。那没差吧？真的有差、欸，一致好友，他说我们一致好友。那我要干啥？好，我干啥？观察。Nice， 我终于15等了，我可以花龙到了。真的没有？为什么你那么快就15等？我觉得不太合理。这是我们实力差距。你好啊。我好了。等下你有，所以你加我好友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友。你在组成了吗？我给组成了。在哪？为什么组成他吗？哎，申请列表我没有靠你好友、欸。我申请加你看看好了，你叫 BB 吗？嗯。Baby。哦。有，已经发出好友申请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可是。
好，反正我先，你先别打，我先去直接邀你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I waiting for you。好，我点个技能，应该等等应该会靠你邀我之类的。我喜欢这个，点个技能，增加伤害好了。顶法我喜欢。啊？有吗？等我看一下。没有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是要点哪里啊？房间号11961。哦，我可以去房间找你吗？我不在。好，我去找看看。怎么去啊？是禁忌吗？先点禁忌吗？对。然后滑龙道。对，滑一下。然后搜索房号多少？11961。11961就对了。好。Nice、欸。漂亮 ，Wins。哎、欸。好。开始在邀人。好，我们在邀人。有没有观众要来玩啊？进来。衣服哦，有人来了 ，CLT 一宅，哎、欸，可以够了吗？我来，我够了。哎呦，好快啊，黄旗将军、啊！但这边听起来就是神人，有没有？这边感觉是电脑哎、欸。哎呦，来来，有三条。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打散打散 ，BB 打散打散路打散路打散路。真的啊，我卡住了。废物打哎、欸，然后竟然可以喝水，这喇叭是什么？好，我扣一下队友，进攻上路。来队友，他们双上啊，他们双上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跟上。不行，让他进攻上路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看到两等啊？哎、欸，我被秒杀哎、欸！最好、啊，哎、欸，我直接被带走哎、欸！我们是不是排到太强的人了？一滴血，我直接被手杀哎、欸！我刚直接被秒杀，我连水都不用喝了。你好烂哦！啊，你们，你们有杀到他吗？有啊啊啊！这王旗将军应该被我虐的。哎呀，是那个啊！哎、欸，来来，这里有个王旗将军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王旗将军是吧？不是啊，我被定住啦！不要怕，区区王旗将军啊！我觉得他被我打假的，没有，他真的被我们两个围殴。大、oh, nice， 哎、欸、，BB 有野怪，有野怪，我们吃野怪，吃野怪练等级，这打野怪，打野怪。哪里？来来，你跟我走，你从头来跟我行动就对了。哎、欸，然后竟然可以喝水哦，水有 CD， 所以你要先说。哎、欸，有人上那上面那个上那个，他在拿我们的塔，还拿我们的塔，干他干他！哎，好会哦。好嘛，扬州东方鼠野是吧？还不给你一波爆发 ，nice， 问死，尾刀，漂亮。会尾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感觉是，哎、欸，这说，哎、欸，这种，哎、欸，这是我刚吃掉那野怪，他跟我一起行动、欸，哎，好酷哦、喔！点塔，点塔，好，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，哎、欸，有人来，有人来了，大夫，别大夫，别大夫，先点塔，别大夫，哎、欸，我不能动嘞、欸，我现在，哎、欸，我被什么东西，我被东方神秘力量卡住了、欸，我刚不能动、欸，哎，没啥，我们有东西在扛，可以大夫，有人在扛，好，可以，大夫，哎、欸，这么拉掉，这么拉掉，好，这塔直接拿掉、嗯、，nice。敌方防御塔。要再拿一塔吗？还是转下？转下，继续推啊！继续推！我有那只，哎、欸，这只好强哦，这只好硬哦！哎、欸，他超硬，他被塔打根本不会痛哎。然后对面那群白痴不来守、啊，这是他们这边不会玩、欸。我觉得对面是新手哎，对面感觉是第一次玩，完全比不赢。我们第一次玩，虽然我们也是第一次玩，但我们的天分就是不同等级。我们两个职业选手，两个职业选手玩这个游戏也是没错。我们就是有脑袋的玩家、啊。没错，刚他们都在乱走哎、欸，这群死新手。你们这是珠宝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这么软的珠宝塔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这好像珠宝哎、欸，有人来守嘞、欸，这叫什么才一等啊？我直接硬推。哎、欸，我们直接带走对面的哎、欸，我操！这个实力的差距我就不说了、啊。两个职业选手一来玩这种。DOTA 类型游戏直接屌虐，哎、欸，我们好猛哦、喔！我们再打一场吧，好猛，来打一场，来一场，可以打吧？可以打 ，Go！ 太废了啦！我们猜比较快啊！来，我们好，我们先call， 我们再打下路，先打下路。我觉得要先抢中路那只、欸，对，我们先抢中路那只，我们直接中路挤吧。我先农野怪，我先农野怪。好，我们先农野怪，农野怪上二的，农野怪上二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野怪，我们先弄个野怪吧。你再打一次。你那只看起来也可以屌打，我先打这只石头人。好，我两等。哎、欸，感觉就是开始先拿野怪。先拿野怪。哎、欸，上路哎、欸，还有野怪吗？欸、我去干了。先打只。我便宜。哎、欸，我们队友被干了、欸。上路。妈的，失落圣诞是吧？在那边转。等等，我绕一下。我让你看看 Wins 的战斗力，其实你能跟我说，刚刚隔挡哎、欸，他好会哦、喔。好，隔挡没了，我靠，他拉掉。他怎么不见了？他开小伞，开小伞线了。我被冰了，为什么？不要怕，卡小仔，哎、欸，灌卡小仔一波伤害，灌啥 ，nice。下路来推哦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没有兵，不能点塔。这游戏也是要有兵才可以点塔。我们去吃中路的，吃这个怎么样？吃。这边知道我们在吃吗？哦，这边没有过来哦。知道。有没有？我们这吃掉，直接往下走，吃掉往下走。啊，你被我驯服了，去吧皮卡丘。
就是打塔下那个。哎、欸欸，不行不行，我看完了，我被盯住了，完了完了，我被盯住了。BB， 救救救！我先格挡，我先格挡，我被带走了。感觉塔会定的哎、欸，我刚好是被塔定到了。双杀！来来来 ，BB 我来。哎呦，我那只生物还在吗？我先拿掉。哎、欸，我的皮卡丘还在吗？还在。欸、你死！哇、哦，你这么溜哦，你杀人如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干！我闪退了，我闪退了，不，我闪退啦 ，BB， 我闪退啊，闪退啊，不，等我啊 ，BB， 快连回来啊！我快连回，哎、欸，连回来可以回游戏吗？还是我就爆了？我们重新回去。我的好难过啊，这个闪退了，顶住啊、哦、，BB。你要你击杀人嘞、欸！哎、欸，真假的、啊？我还可以还在杀人哦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这么溜、哦，要崩了啦！双杀，双杀，石头石头，谁在杀人如麻？对面的还有我们啊？对面的、啊，找你要怎么打？啊、你会出去送头哎、欸？真的、啊，我会自己出去送头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 AI 自动送头。快手在出去送头、啊。等我啊，等我啊 ，BB。别送啊！我不想送啊，但是。啊！我现在连不回去啊！你在杀人哎、欸！你在杀人、啊！真的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不在，我就其实我现在在用念力控制我的角色啊。好狂啊！你的角色，我的角色很狂哦，有没有够狂的感觉？你用双杀哎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我这么糟哎、欸！我是不是电脑比我本人强啊？你不要回来，你不要浪费。我觉得我是不要回去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连回去，连有点慢了、啊。连一下，好，我们先让我们电脑。你黄卡陷落了。欸、你在杀人、欸！你不要回来，你拜托你不要回来。真的假的？我自动杀了你，在杀，杀杀杀！不要回来，你不要回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我这么牛、喔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快回来了、欸。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回来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排挤我？我回来了 ，BB， 我回来了，我回来战斗了。别、yeah. 啊！最强操作人回来了，好，我回来了 ，BB， 来来来来，好，我回来了 ，BB， 我回来了，我回来跟你战斗了。好爆哦哦！是否要回？哦，回到当中了 ，BB 啊！我回来了 ，Nice！ 本人回来了，有回来屌 carry 啊！啊，没记住。哎、欸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抠了抠了。好下。好 OK， 哎、欸，我吃个野怪。珠宝塔被打了，他们要 BD， 有他 BD， 有他 BD， 我们家我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好，你走，你走。对，交给我。你走，身为一个装狗，我在吃野怪，等我，我快死掉了。他往上走。Nice。我方防御塔陷落。没上哪被拿掉啊？有人逮捕你了，他怎么没有？我直接带走了，没有，我这个大招。别、欸啊、BD 我们家。Win 是杀人如麻。我们不要被 BD 啦，是杀人如麻。你快去守啊，废物！马西门哦 ，BD 嘞。戴安娜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换我换我。没有、欸，我刚被 gank 了，全都追上。Yeah! 好，那我去 BD 下面。我觉得现在单挑是没有人打赢 Win 死的。哎呦，哦，那个好多好多 BD 啊！哇！双杀！双杀！速度好快啊！他们就一直在扛我们塔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不能在塔下被扛哦，就是塔被扛，好像塔会定人之类的。我刚好被定到，直接带走。进来。没关系、欸，我就在下路跟那个人单挑、哦。那个我跟他单挑，我绝对稳。你们放心推战路，小这家伙我来干死他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下路点有两个，点有两个，点有两个，我拉一下啦。野怪很重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这四杀小这边点三个哦。啊，这波感觉我们就会赢。等下我这格挡，干、啊、我被袭击，我被袭击，我被袭击。我这反击漂亮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反击直接屌杀，这反击，这游戏反击真的超强。我干，我还在 carry，、哦、你知道我刚，我刚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刚反击一个干三个吗？这游戏反击超强，哎，你真的要善用你的反击。我觉得这场比较好打，这场比较好玩一点啊，上的点太弱。我们要被 BD 啦！哎、欸，我被带走了。你好雷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刚那个，哎、欸，这游戏，哎、欸，快扔了！没有，我现在死掉刚好可以守塔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守出炮哦、喔，守出炮！我在守了，对面一直在 BD、喔。妈，对面不打架，那边 BD 真的很狗哎、欸！啊！爆、啊、了！我杀八颗头都要输，我
662啊！我814都要输啊！他跟头大概有六个都不是你杀的，都是电脑杀的。哎、欸，再玩哎、欸，好好玩啊！我们再玩一场。1911961。哎、欸，等下哎、欸，等下哎，比如我先提升个战力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你战力提升完了吗？提升完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提升个战力。是滴滴啦。我点个技能了，技能在哪点？我直接点自己名字吧。我正在等待你啊！我跟那个 CLC 一宅都在等你。哦，好，我换个职业标，我还是喜欢这职业。啊，算了，不点了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个房名给我。11961。我技能找到了。算了，再打一场再点好了。11961嘛。我是队长，我们三个只有一样。11961，我们三个都是镰刀手，对不对？嗯，一直在。感觉要有个玩坦克哎、欸，这样打完我转个坦克啊。三重人哎、欸。我们抽，我们晚点打完再抽好不好？哎、欸、，B B 要不要打中？我们去抽东西，增加我们战斗力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完成。哎、欸，先吃野怪，吃野怪。第一阶段绝对先吃野怪，因为先拿野怪，你就可以直接上到两等，再跟对面干就很好赢。我上野怪在干对面的，哎、欸，野怪干完了吗？你是野怪？好，你们来散路吗？要先吃蜘蛛还是直接散路干了？哎、欸，我们队友在吃野怪、欸，那是你吗？我。哦，你会玩呢、欸？你直接吃野怪、欸，你要干到三等了吗？哎、欸，对面在点塔、欸，哎。我的野怪被抢哎、欸！你们我们绕背，灌他！再塔下就是给我们抄家了。佐助嘞，中装佐助嘞，我还内湖鸣人嘞，中装佐助。我们这三个都在上啊。对对对，要哎、欸，我们先吃这蜘蛛。我得放大招打，我靠，我这大招好帅。别摸一遍，那个大炮好像可以定的。我被冰冻了，他好远好远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一等的乱是吧？他被秒掉。Triple kill，nice。哎，点塔点塔点塔，感觉三重人呢、欸，我是内湖人。我拉一下。拉掉。哦，我直接放大招打。哎、欸，他没过来。哎、欸，佐助，带走佐助，带走三重人 ，nice。哦，我跟我们三个在一起超强，继续点他，继续点他。哎、欸，我发现那个人转职哎，他变妹子，那个一宅转职，他变妹子。哎、欸，中装佐助又来送头哎、欸，喝水。中装佐助超雷，哎、欸，这边好废哦 ，BB，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狙啊？我们是要直接狙了。哎、欸，这佐助，你不要再出来送头了、哦！你好歹多像一点剧情里面的佐助吧，快去找大蛇王拜师学艺啊！哎、欸，我死了。啊！你被带走了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不了？哎、欸、呀！哎、欸，你死不了哎、欸，你拍电影哦。哎、欸，你呢？哦，哎、欸，你直接凯瑞。好猛哦！哎呀，我们先吃抽个东西怎么样？就没了哦。你没了？是啊。你抽完了，你这么狗。哎、欸，你在？哎、欸，他回来了、欸。哎呀，我等下咬他就好。好，你等下咬他，那我先去抽个东西。我超粉哎！我刚才一个挡三个，挡两个。看你刚做，感觉就是你已经抽完了，难怪你那么强。好，我们来一个抽传说，直接十抽不活了。哎、欸，这十抽还是单抽啊？哦，十抽。欸、我抽到一个紫装哎、欸，紫装可以换。好，再换一下，再抽一次。来个金，它最好是金装吧，感觉金装。哎，都哦，又有一个紫装。我是不是抽两个一样紫装啊？我竟然可以推荐装备，有、哦、我战斗力直接起飞、欸。
运时代宝藏神中抽到紫色东贝尔团，应该是。好，我点个技能，我点个通用的，我把进攻能力再提高一点吧。哦，我们都每个点一点啊。然后生存能力的话，生存感觉就血量这些限制一下。防御反击，我觉得反击好强哦。好 ，OK， 我好了 ，BB。好的我。好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好，我先点个战力，我领奖励一下。谁啊？这图案是谁？好帅、啊！哦，周瑜哥哥哦，好难收集哦，他要收集好久。这孙策，看这孙策好帅哦、啊，好像那个谁啊，反派的角色之类的。看这个孙策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谁啊？马粪他爸、啊。那周瑜就真的帅，周瑜有点像那个啊，那个。战国八杀乱里面那个明智光秀有点像，感觉很对味。啊，深战香，深战香感觉。哎、欸，你好了，跟我讲一下不会、哦。我的小乔可以升星了。哦，我觉得我无敌了，我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。我不知道。哦。我要战力27000啊！你怎么战力这么深啊？我一个就是很会玩这种游戏、啊。为什么战力直接27000？我才22000哎、欸。啊，我咬你哦，我开房。啊，你咬我，你咬我。我们先去打架吧。16978，16978就对了。好，那我要刚那个人，他进来他进比你快，他这么快啊！这个 CLT 一载，开始啊！来、欸，我们先一样先抢野怪，一样先抢野怪，野怪一定要先吃，对，野怪一定要先吃。我们吃完我们的野怪，再吃对面野怪。我们已经找到这游戏的胜利方程式了。你是下面那个？对，我在吃蜘蛛。欸、你吃完的是吃对面的。啊、我先，反正我先撑下、欸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身为一个jungle，我去打野，我去打野，我去打野，我去抄那个在吃野怪的。我会超飞他。听说你在我面前吃野怪啊？那带走他，漂亮漂亮漂亮。然后给那个，好吃先一样吃蜘蛛，吃蜘蛛。不是蜘蛛啊，这是什么？墨菲特。哎、欸，有人要抢，有人要抢墨菲特哦，不要被抢哦。Oh, nice, 哦，nice， 又被我驯服，我真的是神奇宝贝大师小子。还有定了，还有定了。那这个直接围殴就直接带走他就好 ，nice。几个下，哎、欸，这个就回家会补满血吗？还是不会？把水慢慢喝起回很慢。来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打。来，可以带补啊。可以。我在放大招，放大招。不想打我。我、哦、大招直接大死两只，哎、欸，这个一等的白痴，喝水，蓝军带走他，漂亮。哦、我们四破五，哎、哦，不是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被带走？哎、欸，这家伙蛮强的，但我没技能，我反击，我反击，反击 ，nice， 喝水，等下再反击，隔挡，哎呀，被带走了，好烂。没有，我没血。我刚才十分之一血打满血，打上来打下，打个上来。纳尔大大 CHRS 901009，谢谢订阅。没有，这游戏是要有技术。我跟 BB 我们是技术好。那我上个下。好，我下去。集结下路，我来。好、啊哦。我直接在后面夹屁股。我有三个人，四个人。他们四个人吗？哦，你没靠我夹过来啊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我一个敌。看、哦、我格挡。
隔挡一打二，隔挡一打二，好大招，嗯 ，nice。哎、欸，我方我可以拉大，我可以翻滚，翻滚可以拉大，拉大很强。我拉二个翻滚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有时候按错还是反击，有时候按错还是反击、哦，有时候是翻滚。哦，被带走了。我现在六等。双杀。你在猜上塔吗？哎、欸，感觉这个对面还蛮强，现在他们变强了。前面他们蛮送的，然后现在感觉已经集结起来。有这个被我秒。哎呦！你秒你妹啊！你被秒嘞、欸！我把你带走他，妈的无敌的！哦，我把你干掉他。双杀！我再要一打二。我先拿蜘蛛啊！我先拿墨菲特了。我有十万战力、啊。下路这家好，哎、欸，那个莫菲特往下走了，要不要跟莫菲特一起走？好，我先靠个蜘蛛，我到手上。好，你去手上，我去干三路的。用三路打。反正我就带莫菲特去挤下塔。没有，他们往上。终结。我操！那个武林的什么东郭元博蛮强的、欸，他伤害好高哦、喔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他猛几点的、欸，我直接被他带走、欸。感觉我们要被逆转了、欸，等下我来。我水哦、喔，你把那个东林的武林的东郭元博干掉了，有人在拆塔会干他。双杀。还是比较强的。没事。我方防御塔陷落。哎呦，刚后面有人，哪出来的？我要带塔。好，那我直接开大招了。看我刚空大、啊。为什么空大？因为那个翻滚翻走。哦哦，赢了、oh, ，nice 啊！我菜刀好慢哦。又来个八级。双杀。暗夜搏骑士是吧？我方势不可挡。我操！干他大招，干我干嘛要赢呢、欸？双杀，没逆转。他直接大招把我五分之四的血量直接打掉，直接带走。他大招，大招就你用他讲的招啊，会往前面扫一个那个地刺。打不过就认输吧，我不会笑你的。大杀特杀，走，下塔赶快拿掉。拿弓箭呢？哦，你要先拿墨菲特。我刚好快，因为他现在很软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吃那个、哦，有人在吃野怪。好，我要在线。我干，我被吸吸到死。啊！看我不知道什么武林的，只要有武林的那个什么武林东郭元国东，看名字很难念哎、欸。武林的东郭元博在我这边秒杀，他感觉战斗力超高。杀人如麻。我不会笑你的。哎、欸，那个骇刺蜘蛛，杀杀杀！我直接给他打倒。没听到？哎、欸，我要闪退了。感觉是我这台电脑有点，我这台手机有点太热，因为这台是有点旧了。超猛哎、欸！我很快就回来了，如龙神一般哎、欸，这么神哦！我回来了，等我，我回来了，我又刚我每次哎对面 BD 哎、欸，我们也 BD 好，看谁差得快，我死了，哇、哦，没有，我们继续猜。猜，这波游戏 ，nice， 那两个白痴没有回来，哇，好会抓 ，nice， 带走、啊，漂亮，我们赢了。
感觉是不是我在 carry？ 没有，是我。哎呦，你好像蛮燥的。燥，然后还好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别的系模式可以玩啊？二打二吗？有二打二，要打二打二看看吗？长板坡啊。哎、欸，打个长板坡怎么样？他说换队友、欸，哎，不对，为什么我会邀你、欸？你不能邀我了。我打长板坡都不能邀你。长板坡不能邀我就对了。等一下，那我自己进。你有房间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一直在换队友。哦，没有没有，那长板坡不行啊，那我们只能继续打滑龙道啊。滑一下好了。对，我们再滑一下。我们打我们输吧。可是我就哎、欸，感觉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输哎、欸。你房号多少？房号，我说15052。15052嘛，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要再摇，要不要换了个人摇？还是他、欸？哎，想说看有没有其他观众要玩的。战秘被看公关没问题啊，公关结束就改个战秘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在铜牌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最废。开始啊！好够。我觉得这个希尔蒂一仔跟我们蛮有默契的。哎、欸，感觉等等要换职业网，一直玩这个，感觉像 LOL 一样，一直要换职业网。走。打我认输吧，我不会笑你的。一样先吃野怪，一样先吃野怪。我觉得这职业被贴身好弱，但他是看普攻距有点远，所以不能被贴身。但很容易被截分。双石像，我直接支援野怪好了。好啊，对面不吃野怪，我们就先练到三等再干对面。对面是死铜牌啊，那把。对啊。欸、有人干他，干他。我去帮上。好，你帮他，我跟他单挑，干这家伙超硬哎、欸。拜托，我练到三等了，你怎么敲了我？敲得赢我？我们队友被逮捕哎、欸！我帮他，看他跑走了。第一滴血，打不赢我就跑。还有那个打三，打三。没有，有一只是剩一滴血走过去的、啊。没呀、啊，那个三杀。原来，我知道我在捅他，他、啊、会痛哎、欸，老实讲。对，他很痛，他很痛，就让小兵砍就好。欸、我们吸到的吸到的地藏王啊！你在砍他？没有，我帮你换大刀，直接带走他。有没有看我的大刀伤害？没有，我大刀直接把他带走。双杀！我就跑你快！我方适合。哎，他好痛哦，我拉掉。地怪，情况之下，我们回去吃蜘蛛好。没有，干莫菲特，每次都以为他是蜘蛛。敌方防御塔陷。哎，我从后面给对面的被夹了，被夹了，被兵夹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夹了，这才叫夹。大杀特杀！我再带走两只，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吃莫菲特、欸？双杀！我们打架。杀人如麻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没有大招。咚！我靠！我被他什么傻小招打到。双杀！完！然后我去守个下。打牛。感觉对面这场。他们很懂怎么赢这游戏。地藏王，地藏被我打到跑掉。我永夜被我吸吸到了。我永夜跑走了。永夜直接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后面有只，后面有只，逛后面有只，逛后面有只。地藏王，你让来送哎、欸，送。哎、欸，打下面干野怪被吃掉了，快打死他。嗯、他其实蛮乱。对啊，可是他可以砍塔、啊。我冰到了 ，nice。双杀！哦，这没有冰冻哦。对面下水饺，哎、欸，我盯到他了！我看，看我大腿超痛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方适可打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人手弹。好，我继续干，我继续干。我们要一打。一刀，一刀。哦，我右上角第二招原来是定人哦。对，他定人。
我方防御塔陷落。阿布，阿布，他们应该没、欸、我们下塔快拿进去了。我估计是一打二啊。我好死，但王妃我先打死，那我就动。我方士兵能力加强。我方士兵能力加强。失败。请叫我金小刀。哎、欸，我一样去笑了，我一样去笑了。我的战友是马卡龙。我的战友是马卡龙，跟他讲话怎么这么好笑？好，来找他。好。地藏王，地藏王来，一直来，我们直接挤下塔，下直接进去，下直接进去，我们可以直接推珠宝，直接推珠宝。再推，冰进，等一下，我抓一下，开大，我直接进他，好 ，nice， 好 ，nice， 哎、欸，这边还在扫白痴，我们直接把珠宝带掉吧。我来扛塔，我来。变态杀戮。我会扛塔，我也在扛塔。然后我拉掉，拉掉，滚，干没滚掉，就是。你也挂了吧？啊，对，我们也在被 BD 了。我被塔打了，我神一般。地藏王击杀了 BB。终结。找到终结。感觉我们现在可以去挤个散之类的，还是直接下塔GG 也可以。我的战友是马卡龙。那我先抓一个，你抓一个。哦、我先定地藏王，我先定到他们，定到了，直接带走。我要干这个西西，干我们三路被西西到死，我们两个死了。剩下的，来剩你一个，你看你手先手，他们没大招，你应该有机会打，他们刚开大招啊。我没带，我先等他。这游戏大招很强。大招伤害特别啊！被冰起来，我有冰起来，我有冲水冰他们。我也冰到，我冰到。哦，这个大夫不太行啊。对啊，没有送头。你在几等？我现在七等。八等。后面很难练。你说我们直接挤一下怎么样？那感觉吃野怪没什么经验。哇，好少金啊！哎、欸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哎、欸，直接灌进去，不要理那个白痴，我们直接灌进去。我大学先定一个，我是空大了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被屌定了，没关系，这打，这打。我大学定了一个 ，nice， 好，赢了，那个白痴还 BD， 妈的还 BD， 胜利。好，我换个职业再玩一场，你要换职业吗？好，换一个。好，这游戏就是二十等以前可以，你想换职业就换职业啊。所以我们先来换个职业好了，我们来玩个妹子好了。啊，你要玩肥宅，玩妹子啊？玩肥宅好了。好，那我玩个妹子。可是这两个职业还没开放，不过我还蛮想玩这个。这个星月双刃感觉就很。我现在是新同组，一四九六。我是玩个游龙啊。这是铜牌啊。等一下，转职王还要重点技能，知道？应该是啊，我看一下。对，要重点，全部都要重点哦，先点一下、哦。这职业感觉会冲刺加防。怎么光只有超越本？伤害怎么算了？就每个都点一点吧。七进七出哦，他不造影。哎呦，真的要重点！对，要重点，要重点。我要加攻击啊！攻击就是最强的、啊，不然又加个反击。这应该增加普攻的伤害。你反还不能点？哎，我点好了 ，BB。好。装点错了，这装备是不是要重用？要不用？等我、哦，没有在等你啊。哎，17828。
八二八，一七八二八，一七八二八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玩个新职业，这个是妹子啊，妹子女枪兵啊。感觉这玩起来就很像，感觉技能组看起来很高兴的、啊。哎呦，这边谁啊？我看不到了。是因为我们家进入了铜牌，有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升阶，遇到敌人会强一点、嗯、我们前面都在虐菜啊，这场感觉遇到的比较强。你看那个小米爷武将王，听起来就是高手。好，我们打法一样。战斗，我不知道我技能是什么，对吧、啊？你、欸、这妹子这个腰，这个都看到这个大腿，厉害厉害。反正先普攻就对了。这感觉比较难玩、欸，因为他攻击感觉比较难突到人。这人直接开送哎、欸，有武将王哦。我来、哦欸，你们屌虐、欸，双杀，我来送啊。257011是感觉就来送的、欸。别走，让我玩一下。跑三小二五七零零一四，妈的数字人，别走！我在动物皮耶。干这个，好，我们不要理他，他得走进去送哎、欸。那个二五七零一四，得走进去送。他这个才是最强的打法。哎、欸，他在我们家绕一圈呢、欸。你说他还在我们家吗？他真的是逛街、欸。他逛出来。那二五七零一四，他都在逛街，最会逛那种。六一下，不然躺下打。哎，被编起来。我干，我这塔太痛了喽！我先拉掉，我先拉掉。干我死！哈萨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陪你哦。真的拿食物给你吃。干回塔，哎、欸，那个野区，野区，野区。哇，很强，要把他抢走、欸。我觉得这好难操作、喔。我觉得是比较，我觉得本来是比较强，哎，这是攻击距离太短了，然后很难留人、啊。你看这个人又在灌街，他还灌街，然后我不想理他，他还自然。哎、欸，那个257011感觉就是真来抽队友。开送，他这是开送。我、哦、没遇到，我点他，我点他。他怎么一直在用野区逛？对，他没在用野区逛，然后也不推塔，也不吃怪，也不打架。他们就是全部都来逛街的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哦，大招！大招！哇、哦，这个大招！哇、哦，大好痛！哇、哦，残血反杀！这就是我们家逛一圈。好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来找早点结束这场，对面来送分的。吃点野光。你猫看起来不太开心。没有，它有点无聊了。终结。终结。但这角色好难追人哦。对啊，我们你本来那个招是远程，然后又有追人的技能。干我被干掉了，感觉这妹子没那么好用哎、欸，比较喜欢本来那个。啊，你那个嘞，你的肥宅强不强？不太行啊。你手上。好，我手上。卡塔宝宝在激战啊！我干，哎、欸、干，我直接被摆零哎。敌方势不可挡。感觉我刚吃到不知道谁的大招，我这一百。双杀。乖哦。你现在上来一下。好烂！干你被你好烂，你被数字人干掉哎、欸。终结。我秒哎、欸。这角色有问题。我觉得这角色，我觉得本来那个最强哎、欸，我觉得本来那个是最强的角色。我
我先弄个野怪在那边复活，我现在过去送走。他们想点塔，我要用大招了，我要用大招了。无极闪电，不对啊，怎么感觉没啥屁用啊？我的大招，你这戴头套的猫咪。哦，一打三，一打三，双杀。卡塔现在霸占了，还一个霸占了我的，霸占我的键盘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用手机网。卡塔，你好怕孤单哦。那是补血的吗？真的？我说中间那个对啊，有补血的。看我又被秒了，那武力切尼是各种秒杀哎。我们家有被 BD 哎，这个。啊！干我就干他。哎，五秒他被塔打死。看我要跟那个素人 PK， 素人超强，我变强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其实最会玩的，感觉最会玩的是。看我又爆血了，看我要死了，为什么？看我都莫名其妙被秒哎、欸，真的是死了莫名其妙。又有人在 BD 了，我在家。妈的，武将王还 BD 了，我晕了。是的呢，他就他们从头到尾 BD， 干上路有个 BD 狗，操！我往上走啊！妈的，数次人我还不秒你！干他又跑了，他一直拉打哎、欸！我闪退了。感觉我手机太废，一直闪退。在找 Timmy 啊！风大了，我回来了，战友啊，我回来了。换一个西门啊！哎，我怕点掉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你们输了，我们输了吗？没有啊，他自己点的。没关系，上哪爆了？刚被 BD 到，现在有点逆风哎、欸。我直接学习武将王了。哇操嘞！看我这次跟他打架没有赢过哎、欸，打架不然我每次都直接被吸到死，不然就自己太软了。我方士兵能力加强，比比被敌军杀死。欸、我 BD 啊，我刚成功被 BD。哎、欸，紫瓦快爆了吗？还没，还有蛮多的。哎、欸，我也刚刚上塔被我打掉了，然后开始走这个地方，他又跑了。每个都拉打狗，不像个男尼亚正面干到底。会直接冲进来、欸，不能跟人打。哎、欸，不对！啊！这是在秒我哎、欸！这有脚这么大力，武将王在拽啊你武将王！不然会被一打二、啊。哎、欸，上路！我、哦、这二五，等一下我、欸、先干掉小米。我都不做。看我被秒！看这小米爷到底是三小，他就有的招会集气嘟我一下，我就直接爆裂。他是哪一只？小米爷是那个，就是肥仔啊，跟你同一个职业。他也是肥仔。那为什么我肥仔要打不死？你的肥仔就比较乱的肥仔。武将王我带走了。我又死了哎、欸！我怎么会差五等，然后我两秒、啊？对啊，那我这两个人就很扯，我不知道怎么秒人的。我受不了，我一定要直接 BD 了，我受不了。我干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干 BD， 往上 BD， 往上 BD， 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谢罗仔 BD， 谢罗仔，谢罗 BD， 那谢来谢罗 B， 谢罗。汽油仔扛大扛大，不对，是我扛。加油啊！能点几下点几下，点几下点几下。哦哦，哎、欸，主跑半条，主跑半条，主跑半条。哎、欸，你也没 BD 哦？我们在 BD， 我们被 BD 了。
我们真的要被 BD 啦！等一下，干不赢这个一定是上去找人单挑，这输了就结束了。加油！哎、欸，我们时间快到了，时间撑到是不是我们会赢啊？哦，哎、欸，撑时间，时间，我们上路比较多。哎、欸，守塔！我在守家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感觉时间到人头数就会赢哦、喔。我们人头数比较多，怎么出去干那个白痴？不要，先不要，先拉回来。哦哟，我们拉回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、欸，主瓦血多少？主瓦血多少？快没，他们要硬。好，出来干！来了！哇操！被逆转了！干！哎、欸，是平局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平手哎、欸，对吧？竟然是平手。好啦，公关时间一小时就在这边结束啦。然后我们刚公上游戏是叫做《九龙战》，然后现在 iOS 还没有下载，但是 Android 已经可以开放下载了。大家如果喜欢玩的，可以去下载来玩看看哦。然后丸子给你们，就是游戏丸子。我觉得刚刚那个锁链比较强。我觉得锁链强多，我觉得这职业太废了。好，我们公上就先结束。再见了，九龙战。是吗？